大家好，这里是联经机车，我是小安。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台2014年纳智捷 U6 Turbo。外观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有 LED 的日行灯，还有前雾灯。看到引擎的部分，这台是 1.8 四缸涡轮增压引擎，全车的话都是原版件。它也有通过我们夜时认证。而这台车是2014年的，才跑70,000公里而已，车况只能说是非常的新。再来，我们看到内装的部分，目前这台里程数是76,573公里。这台车也有恒温抬头显示器，也是非常的特别。还有天窗，旁边有头灯高低调整，这里还有个电动收折的部分。那前车主主要有加装行车记录器，那再来看中控的部分，前车主已加装安卓机还有扩大机，这台也有内建导航、倒车影像、蓝牙的功能，那它还有一个车侧影像辅助跟电子手刹车。后车厢的部分，它载物空间非常的大，有6-4分离的座椅，载两个大行李箱都不是问题。那以上是我对这台2014年纳智捷 U6 的介绍，如果有喜欢这台车的话，欢迎到联经汽车赏车。那如果有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